叫猪肉，那个越南春卷皮跟猪肉一起吃，可以看在这里。这个只有在越南新港的，反正越南中部才有这个。 就点了一份哈，然后慢慢会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吃法怎么吃。你来到香港，包括我们当地人其他的地方，来到香港你一定要吃这个餐哈。这个是猪肉，猪肉这个是煮。 煮好，然后你选猪肉的时候要新鲜的猪肉，然后它两边都有培肉，然后中间是那个瘦肉，培肉两边还带皮啊，还带皮，嗯，然后这个是用大米来做的，它一个一个这样的，反正这个我们是做出来的是。 面条的，这个是面皮的，用大米来做面皮。然后，要吃这个呢，你要用很多种生菜，包括这里有黄瓜，然后有芒果，芒果还没熟，芒果这个是生芒果的，嗯，这里还有各种的白菜。 白菜，然后，里面还有很多种，反正大概也要有7到10种香菜、生菜，豆芽也有，豆芽也有，我们都是生的吃啊，洗干净以后就直接就可以吃了，洗干净以后就可以吃。这个是大饼，大饼你用。 大米来做以后，晒干，像这样的你晒干，然后就去烤。这个唯一只有越南有，很有特色的，这个叫鱼露，它的味道还是有点臭臭的。如果你不太喜欢的话呢，你觉得吃不习惯？ 他们给我吃两份，这个是不辣的，这个是不辣，它就这个这样的。鱼露你加一点那个菠萝，你炸出来的，它会有一点甜甜的，加点辣椒，然后你要一定要用这个哈，这个叫越南春卷皮，春卷皮，啊，我就弄一个。 用一个就行了哈，它会在一起，然后呢，跟这个包起来吧，各种生菜，你放在一起。 这个洗干净就可以吃。我们习惯了多吃青菜，然后来蒸吧，然后就可以了。有个人喜欢吃这个放在一起，那你。 反正我个人很喜欢吃这个，在我们香港有一家很有名，就是叫陈科场，是我的那个新的陈，来香港一定要吃这个啊，尝一下。
里面各种生菜和那个炸饼，然后包括这个春卷皮，它弄在一起，你要这样包，包起来你吃的，虽然有肥肉，但是它不黏，觉得很好吃的，而且这个这种鱼露，它很有特色，这种鱼露很有特色，你吃不习惯就觉得很难吃，但是你吃习惯的话呢，你就爱上它了。好吃吗？好吃。这种是香蕉花。香蕉花。香蕉花，它就接出来的这么小的，然后洗干净直接就可以吃。保证在国外没有的，只有在越南、香港、中国这里才有。越南、香港和广南省才有这个菜啊。我点这一份是七湾越南盾，相当于人民币在20块钱左右，美金是不到，我看三美金吧，3块美金一份，有很多家比这里便宜，就大概你花10块人民币你就可以吃到一份了。反正这个是香港这里的特色嘛，没有机会来这边，不管它好不好吃，吃习不习惯。但是出去旅游了，还是多吃当地美食。那我小黎就今天给你们。